玛利亚修女不想见你。玛利亚修女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：爱是给予，所以永远不会失去。 玛利亚修女尘缘已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哎呀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你就跟着走吧。 你又不说去哪里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哎，我说你，谢谢啊，您慢走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怎么卖的？快快，哎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什么？卖水果那女的。 看见了，把这个怎么了？把这个交给他，交给他，交给他，让我。你我不去，你不去，我酒钱不还你啊！你叫你去你就去，我求你了，快去快去，快点去！哎，我，你这快去！哎，来买水果了。老板娘，啊哦，你买水果啊？不是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是有人让我给你的，就那儿。谁呀？看见了吗？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老三。老五啊。 我这人年轻的时候，就是荒唐啊！客人要喝酒。你那个时候就是荒唐。我这一辈子，只有一个女人对我是真心的，是白天的女人。哎，后来呢？后来啊。 我就被一品楼那骚娘们儿又给骗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我骗她说：“我上无锡去收账，可能有去无回。”这都是像你干的事儿。她跟我说：“你要是敢不活着回来，我就一辈子不嫁人。”后来呢？ 后来，我就真的没回来。到现在，他也没嫁人，一个男人都没有。我走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提了一个要求，让我给他个戒指，要一个戒指啊。就刚才那个。
我这一辈子经历过无数个女人，只有她心里真的惦记我。这十多年来我总是想起她，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回去看看她。结果呢？我一直不敢往跟前去。胆小鬼。老五啊，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活着从浦江山回来，我一定再娶她一回。啊，还我酒钱。什么酒钱？嗯，啊，他妈的，这么多年前的事儿你还记着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行动我能从浦江商会活着回来，嗯，我就把这钱包起来送你做贺礼，怎么样？好，好。来，走。嗯嗯，好。莉莉，这是西妈妈给你的信。本来要等到你20岁生日的时候再打开，现在，你妈妈念给你，你好好听着。莉莉，你的亲生父亲叫常立雄。他是浦江商会的会长，是一个英雄。你的母亲叫小月桂，你的母亲小月桂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。你是他们相爱生下来的孩子，当年我把你从亲生母亲身边夺走，并定下誓言让她永不见你，是出于记恨，这是我一生犯下的唯一大错。后来我知道这是错的，我没有忏悔，我把你留在身边却是出于爱。我认为你就是我的孩子，但我还是错了。莉莉，在这件事情上我很自私，我希望你知道我很爱你。你的亲生母亲也很爱你，所以我很放心地走了。她可以照顾你，看着你长大，恋爱，家人，生子。我无法看到的他都能替我看到，我无法继续给你的爱，他都能继续给你。莉莉，叫他一声妈妈，然后跟他回家，永远在他身边。
你快点醒来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你喊我一声妈妈呢。于启阳投靠国民党，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坚决除掉他。哎，大家听好了啊，诸位听好，大家要听从命令，统一行动。如果谁不听从命令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既然听见没有啊，包括你们，听见没有，一定要听从指挥，不听指挥可不行，听见没有。玉爷，这是三爷和五爷下的战书，他们想怎么样？对决。对决？用最古老的江湖方式火拼对决。谁留下来，谁主持商会，谁决定商会最终的命运。那他们不是找死吗？他们争取了多少人？只有三成的堂口，而且我们还有吴市长送来的200把新式德国步枪。阿强，是，给他们回信，说我们应战。好，回信给三爷还是五爷？他们是谁主事？说。小爷贵。是，这个枪就好办了。你看，各堂主任都在这儿呢。这个枪好使啊！诸位，小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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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张老板。你好。这是陈老板。你好。这是周老板。你好。这是李堂主。哈。啊。这是赵老板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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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。强哥，我们这边也准备好了。好。夏老板，您早就应该入主商会啊。我们一直希望小老板能加入商会，现在您不顾个人安危临危受命，我们都很佩服。好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客气话就不用多讲。首先我要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清除于启阳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大家，这次的对决，于启阳他们有政府的支持，他们的武器也是政府提供的。
我不知道在对决的时候，于启阳会不会违反会规，让政府插手，现在还不得知。另外，在力量上，我们的人少，他们的人多，所以很可能有去无回。肖老板，请放心，我们都是跟长野多年的好兄弟，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你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说一下就行。好，战书已下，时间定在3日之后晚上10时，地点浦东羊肠码头。你说这是烂的，这是银行的，都已经到期了。我跟大家宣布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了。我们有德国产的最先进的武器，而且在人数上我们也绝对占优势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好，我们就与浦江商会共存亡。共存亡。于启阳，老弟啊，最近听说你们浦江商会有几个堂口闹得不像话呀。今天晚上我会处理商会事务，明晚之后我们浦江商会承诺正式并入政府保安机构。好，我有一个条件。讲。我希望在此之前政府不要插手我们商会内部事务，这次内部争斗我们会自行解决。好。哎，老吴啊，我们应该援助浦江商会啊。为什么援助？浦江商会如果胜了，那就是我们的了。若他败了呢？败了，那浦江商会还有何人有能力有谋略与我们抗衡啊？那个小月桂，您的意思是败了更好，残兵胜部，一网打尽，换一个比于其阳更听话的人啊？浦江商会不一样还是我们的吗？我们丝毫没有损失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丽丽，妈妈今晚要出远门，你妈妈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约会。理解。如果没有如果，我说了总有如果。没有如果。理解。可能。什么可能？没有，没有可能。如果如果通通没有，只要好好回来，要回来，我一个人照顾不了两个孩子，小月桂，你听清楚了，你要活着回来，活着回来。
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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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那边去，哥，快点，我跟上。阿奇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今天我们两个人会以这样的方式站在一起。今天，如果我们赢了，那浦江商会将会是另外一种命运。如果我们赢了，浦江商会就只有一种命运。是，但赢的只有一方，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，也许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。在此之前，因为浦江商会死了很多无辜的人，今天晚上也会有更多的无辜的人丢掉性命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事情简化成你我之间两个人的事。怎么讲？我有一个办法。这是一把左轮手枪，里面可以放六颗子弹，我们现在只放一颗。没有人知道那颗子弹会在第几枪射出来，我们就赌这颗。怎么赌？用这把手枪，我们轮流向对方开枪，看这颗子弹最后把谁打死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浦江商会所有的人必须听命于活下来的那个人。不行，老三，但前提是不能再殃及无辜。我答应你。三爷五爷都听到了吗？阿强，听到了吗？听到。你先来。开枪啊！
从今日起，我正式成为上海浦江商会的会长。根据商会所立的规矩，我可以实施一切有利于商会的举措。上海浦江商会成立于清朝中末期，至今历时近百年，会众互相帮助，造福底层百姓，且一直严于自律。今日社会更新，时代巨变，我会之存世已无其基础。为了不让这个有着良好传统的上海浦江商会变质，更不能让它成为其他势力的利用工具，今日我宣布我上任的第一个举措，也将是最后一个。从今日起，解散浦江商会。安静，安静，大家不要议论了。解散程序历时一个月，商会的财产将依照比例发到每个人手中，从此再无联系，这是新会长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违背。若有私下利用混乱拉帮结派，暗自抵制解散活动者，后果自负。给报社发消息，至此，在上海滩浦江商会的时代从此结束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好了好了好，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啊，过去了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好好好，不再闹了不再闹了，好了，咱们回家回家。哎呀，不要了。哎，老三，不要那三了。哎呀，哎，红包红包，我祝贺你们。哎呀，祝贺你们这对老新人，一块走一块走，修旧好，和和美美。开枪啊！小月桂，我来提你。你别拉我，你别拉我。阿奇，我跟你对决。老三，小月桂，当年在人贩市场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还是从乡下来的脏丫头，还记得你把名字写在纸上介绍自己？我是小月桂，我能干活，不怕吃猪食。
那一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快点！放。有一次，秦老板把我绑走，你把我藏到了你住的地方。有一天你不在家，我把房子打扫得很干净。那一刻，我在想，要是我能住到这样的地方，该有多……你还记得吗？长野要见你，我带你去商会见长野。你跟我说，要是长野娶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长野是上海滩的大英雄，是我的义父。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可我不能说。现在你还爱我吗？爱。
你看，你还是不如我聪明。 我偷了个懒儿，真是对不起，把这烂摊子都留给了你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丽丽的事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心的。 你现在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瓷饭团。啊，嗯，嗯，嗯，真开眼睛，吃吧，吃吧，真好吃。那你还想吃什么？还想吃葱油拌面。嗯，我再给你做一碗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闭上眼睛，好香啊。 好香啊！吃吧，好吃，你是骗人，我哪里有骗人啊？根本就没有吃饭团，能想到总有一天能吃得到的呀！唉，叹什么气啊？听着，你要是不想啊，你就永远都吃不到。哦，再坚持一下。 Chances.
想。